番茄牛肉，他变我的粉丝了吗？各位观众，记得番茄牛肉这个人吗？来，来，是我粉丝，来打个萨诺斯表情，你是我粉丝吗？来，番茄牛肉，你是我粉丝吗？来，来个萨诺斯，来，我要你萨诺斯，来，是粉丝吗？再一次，是粉丝吗？番茄牛肉，一路不回，有去无回，干，还是不够红。我今天就把番茄牛肉的影片剪起来，好好吃。完了，还是不够红啊，糟糕啊！哎，可怜啊，还是不够红，还是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啊！完了，已经把我赢得游戏了。完了，啊，那个番茄牛肉感觉很好吃哎、欸，啊。哦，他这样蛮聪明的，那我应该跟他这样打的是。这个喷下去就喷下去，来一张四元行者，稳中稳。喂，哎喂，对，我要那个一份那个番茄牛肉，对，然后那个番茄多一点。对，谢谢啊、哦！啊，它涨价150哦，好，150 ，OK OK， 哎，那就 OK， 稳了。喂，那个老板，那个我不要了啦，哎、欸。你说为什么不要？因为哦，我刚打出那个番茄牛肉，所以我不要了。哦，我去吃鸡肉饭就行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拍谁啦？拍谁啦？因为我打输了啦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好，稳了。看来番茄牛肉没了啊！各位，你们不准吃番茄牛肉啊！吃鸡肉哦，吃鸡肉哦，吃鸡肉哦，吃鸡肉。哦跟你的牌主培养感情，要什么就用什么。你们不信邪，每天跟牌主对话 ，OK 的。狗感觉可以晚点丢啊，不要这么早，不要这么早下来。哦，要转场不转，那可以强制打一个红色的，三个场地，主要这边打这张是因为这一场是有机会叫出大哥的哦，所以要拼一下。对不起苏力哦，不是他的苏力，上气。这张是抽过了，抽过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叫他了？那这张生死或是这张也是不错的，有点麻烦了啊，遇到劲敌了。啊！好打！OK， 是我要的局面啊，游戏 boy， 一张气旋，这个时候再弹出一张蓝晶旗吧，蓝晶晶，哎，好了，蓝晶旗，
敢与我为敌。年轻人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，八分到手，梦想梦游。哎，九点了，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全明星赛了，好吧？因为要凑齐六颗在场上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，啊，就很难了。只不过刚讲完这把就要出来了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全来了，大师兄都来了。大师兄说。来了，为什么看不到紫色芋头呢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好，问了。当你发问说为什么萨诺斯牌组看不到萨诺斯呢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还有奇尔蒙格啊，危险！最好是最后来给我个水质吧。来了，抓猪尾皮蛋糕，不卖怕死啦！来不了，但。但会赢。先喝杯茶，休息一下。摧毁流没有。OK， 等很久了。我现在要一波高端的打法。这样子他把我拉过来，然后我万磁王全部吸过来。哦，可以的话再一张零一，不能这样打，不能打零零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打是最强的。依照我臭宅的经验，我已经闻到他的套路了。究竟谁敢与我为敌？哎，好好好，证明我身价吧。搞笑完了，该来点实力了吧？